兰回来，首先赶到国家队吧，自己回来的时候还是想尽快跟上队伍的节奏，目前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我觉得国家队的训练氛围是非常好的，特别是现在年轻队员也多，朝气蓬勃，非常有拼劲儿。首先要拿到奥运会的资格，其次就是在奥运会上发挥出自己的水平。我感觉每天的训练中都能感觉到大家是为这个目标去努力的。女排队员更是要怀揣祖国，以祖国至上，在场上来展现出拼搏的劲头，不仅展现的是我们女排的精神，也展现的是一个国家的面貌。所以我们在场上应该每球必拼，尽自己最大的可能，不留遗憾。